哇哇哇，太棒了。谁是江先生吗？是的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听说你也需要一点帮忙。是的，我打算跟我女朋友求婚。跟她在一起多久了？四年多了。哦，这就是我的女朋友。哇，好美哦。这是我们的全家福。哦，我们养了五个宠物。我女朋友特别喜欢小动物，她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女生。来上海这两年，他把节约下来的钱都拿去照顾小区里的流浪猫和流浪狗。哇，好可爱哦，你们两个。他应该要到了，我问他到了没？不行不行不行，不能，我们还要做一些东西。你就说你堵车，在路上堵了很厉害。我试一下。但是如果他万一看到这个呢？他不知道，我没有发到具体这里。Okay. 好好，那你先躲着。为什么？我先躲着。没有没有，先不要躲。你不要紧张。我没有紧张。啊，对。怎么感觉我要结婚了？那我去准备一下。那我现在就去。我们加油哦。那我去了。猪猪侠，我等了那么久，我在外面快喂蚊子了，你知道吗？别喂蚊子。哎，你好，请问你们是情侣吗？我是说，抖音在拍一个情侣的一个默契测试，然后我们会需要您帮忙，就是先戴上个眼罩，好吧？他戴上眼罩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把我的戏服给我一下。我感觉我在天上飘。哎，没事，我们往前走就好了。没有车。没有车，这是一个小路。对，我在你旁边，慢慢的。你要是害怕，我们就慢慢来。我就在你旁边。可以摘下眼罩了。85，哇哦！有一件特别的礼物要送给你。接下来我有话跟你说。嗯，我们认识的时候是2017年，在这四年多的时间里面，我们从天津一直到上海，哪怕现在我们的职业状态不是那特别的稳定，但我每一天都陪伴着我。我希望接下来的每一天醒来都能看见你，回家看到的第一个是你。希望我们可以一起手牵手，拥有一个属于我们的未来。不要哭了。那么，嫁给我好吗？嫁给我好吗？我还没有说同意呢，你就带了。啊？不同意吗？那就答应了你了。哇，星星好漂亮哦！哦哦哦哦。
哎呀，我们不孤单，你可以的。那我们三个合一张照好吗 ？OK。恭喜你们，恭喜你们！谢谢。今天真的满满的一天。外卖来了。因为感觉有帮到很多人，通过音乐给他们带了一点开心。我觉得做一个艺人，我要用这个来帮忙大家，不管是感动或者开心或者给大家力量，我需要做的就是这个。怎么可能？未来这里。